内湖在日据时期首任庄长郭华熙之宅邸，位于内湖市街西侧山丘上，约建于日大正六年1917年，世界郭氏宗亲总会为缅怀先祖大唐汾阳王郭子仪公丰功伟绩，郭氏古宅后代凯允捐献古宅产权，并命名郭子仪纪念馆。纪念馆一楼正厅为郭子仪之金尊雕像，并展示其出将入相之各种事迹、年表及书法作品等。郭子仪单骑退回合。郭子仪的孙女。郭子仪的儿子娶了皇帝的妹妹之后发生的事。汾阳王郭子仪。郭氏始祖郭叔公。台湾传统天宫楼及上方的彩绘灯梁。郭子仪纪念馆缘起。郭子仪纪念堂修建工程简介。执事牌，古代官员出巡排场的仪仗器物。郭子仪后出师表细笔狂草。
二楼平面配置图。汾阳王至寺表踏本，空巷寺内达摩造像踏本，眼前这个空间称作通廊，还记得这根梁的作用吗？主梁上还有个太极的八卦图案，郭子仪的八个儿子。哇！眼前的这篇书法跟楼下的一样，只是排版不一样罢了。还有个半楼。国乃郭的古字。风水篇，郭子仪纪念馆在这里，壁壶在这里，唐胜山丘之上，坐北朝南，三面皆有树林环抱，前有望，后有靠，两旁远山势如青龙白虎，形如太师椅之势，且前水后山还带库，盖风水宝地也。格局篇，建物平面为一凸字形，砖木构造，建物前后皆有通廊，空间规划属一正两厢。西南篇，影片中打圈处皆为通风口，利用热空气上升排出，冷空气由地楼板进入，自然产生对流原理散热，屋顶瓦玻璃窗引入自然光，木造楼板使用众多木梁支撑，有灯梁可悬挂传统天宫炉灯笼。外观篇，本堂预热大正六年1917年建，红砖西式字，泥塑装饰等元素，其当时流行巴洛克风格的繁饰，成为大正型建筑。西式山墙，当代日本流行的花式瓷砖，山墙堂号两旁汉式传统双狮，屋顶女儿栏原闽南建筑之特色，并有仿日本家徽标志，柱头多为圆锥形，葫芦形线，前洞正厅为火星马背山墙，后洞厢房则为鸡形马背山墙，
就连街屋村立面都非常的素雅，但充满学问。大家发现了吗？左右两座的山房表情不一样哦。郭子仪纪念馆的介绍就到这里结束，感谢大家的收看。